大家好，我今天第一时间达到了两个李宁的 N99 啊，新的涂装。怎么说呢？这两只球拍的这个涂装很好看。等会儿呢，让我们的后期老师会给一个特写，然后放在这个屏幕上。哎呀，这个球拍真的是爱不释手，这个颜色我特别喜欢。虽然这个市面上暂时可能不会买到，但是过几天应该各个渠道都会买到了。当然我第一手拿到，大家也不要羡慕完了。然后球拍的这个地方呢，会有一个成龙的签名。这款的话，应该我没有记错的话，叫轰动导流。它在球拍的这个位置呢，开了4个孔吧，据说是在打球的时候它能就是导流这个空气，然后增加这个，哎，反正就是用了这个拍以后，你的球技会很屌了。这个东西仁者见智了，反正我觉得蛮屌。然后这次呢，这个上面我发现了一个很新鲜的东西，就是在这个位置呢，它这个是做了一个 3D 立体的一个效果，手摸上去这个质感很好的。要提一下，就是说在这个位置呢，李宁他在那防伪上面也是做了一些很用功的地方。首先呢，我看大家可以看到，在防伪标志上啊，在这个球拍的前套上是用了一个新的防伪技术，它是类似于用了一个货币的油墨防伪系统。如果我们盯着它，在不同的角度呢，会有不同的颜色。好像很厉害哦。好，然后同时呢，防伪标签里面还有一个小眼珠和你对视，我觉得这个防伪技术啊上升了一个新的高度，很厉害，值得大家可以去店里面体验一下。大家再看一下这个颜色也是蛮好的，我觉得李宁的这个汽水的涂装真的是没话说啊。然后因为今天也是刚拿到这个球拍，我等会儿回家自己试一试，然后约上朋友到球场上去打一打，感受一下，然后下期我会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使用的感受的。好的，谢谢，拜拜。